好，下面要上场的就是宫保主选手，意大利的冰舞老将菲拉斯加利。意大利在世锦赛的冰舞的历史这个项目上获得过一块金牌一块银牌，是在2000年和2001年，被意大利选手波利和马加里奥获得的。今年菲耶拉斯加利主场作战，他们是具有争夺奖牌实力的选手。意大利老将费耶拉斯加利这是主场作战。我们看到这次比赛虽然不是决赛，冰舞项目还不是最后一场，但是呢现场已经来了大量的意大利的这个冰迷为他们加油。刚才在他们出现在这一组的赛前热身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听到震耳欲聋的这个加油和呐喊的助威声。他们选择的唱编舞是意大利民间舞蹈，我们注意看一下他们采用的道具，手上拿的是两个木头做的像响板一样的，一个外形看得上去有点像花生，但是呢从中间呢是隔开，两个木板是缠在手指上，这样呢他在舞蹈过程当中可以不动地活动这个手指来击打发出响声。在规定舞之后排名第三，菲耶拉斯加利很有可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主场作战，获得冰舞项目的奖牌。
赏他们的步伐。这是同步碾砖步，从这个画面来看，他们滑行的弧线和用刃的这个深度。冰舞项目是在1952年才加入到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的大家庭的，在这58届的这个比赛当中，意大利只获得过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的冰舞成绩，所以这次主场作战菲拉斯加利将再次为意大利在过去的58年的世锦赛当中再添一枚奖牌。目前两套节目的总分排在第二，仅次于今年的奥运会亚军戴维斯怀特。